汉堡肉在煎台上发出滋滋的声响，好香好香。但你知道这人间美味其实是素食吗？我就是吃素汉堡长大的，然后我就想说走进夜市，然后来卖这个。排队人潮好多，这个没有固定地点的素食夜市，全台各地巡回卖美食。许多民众为了吃，夜市到哪就跑到哪。他们这一摊类型的都号召的都不错，都蛮好吃的。水煎包香喷喷，淋上酱汁好美味，油油亮亮的串烧看了就流口水。素食夜市美食多，居然还有金黄酥脆的炸鸡排。平常选择有限的素食者来到应有尽有的素食夜市后，竟然反而有选择障碍。都喜欢，安内吼，哎、欸、哎，有素食也吃也较少，啊，所以他们来是大家拢很喜欢。你看那么多人，有素食夜市的诞生，素食者终于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好好享受逛夜市的乐趣。